好热呀，热得我快要疯了。先不管这些了，看看今天几度吧。我丢，47度呀，整整47度，我都快要被热疯了。对了，厕所里不是还有一些没有用完的玻璃吗？我可以拿着这些玻璃把窗户给堵了呀，我可真聪明。快点拿吧，我都快要被热死了。终于快拿完了。哎，赶紧把窗户给堵上吧，真的好热呀。哈哈，这门都跟我作对，不能再耽误了，不然我要被热死了。哎，终于快要堵完了，哈哈，还是好热呀，赶紧开空调吧。舒服多了。好饿呀，好饿，我想起来了，箱子里好像还有许多食物，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。哎，忍着饥饿去拿吧。嘿嘿，终于能吃到一块肉了，好开心。吃饱了，把剩下的放进箱子里吧。反正也没事干，去睡一觉吧。这么吵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算了，先去看看，谁给俺发消息吧。小静，等一下有人给你敲门，你千万别开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因为那是高温病毒，一定要相信我。666，这玩意谁还信啊？谁呀？不管了，先去看看吧。等一下，该不会像姐妹说的一样是高温病毒吧？快放我进去，有高温病毒。哦，好吓人呀。对了，我床边不是有四个方块吗？正好可以来堵住门液，说干就干，现在是一刻都不能耽误。赶紧去堵住门吧，快点呀，再快点，他快要闯进来了。哎，终于安全了，先去看看有没有播报新闻吧。通知，通知说了些什么呢？未完待续，破五十再更新，什么时候破五十再，什么时候更新？通知，请各位居民注意了，温度一天比一天还热，并且还出现了高温病毒，请大家最好不要出门。高温病毒晚上不会出没，但是也得小心，谢谢配合。咋跟姐妹说的很相似呢？不行，我得问问姐妹，她是怎么知道的。姐妹，你是怎么知道有高温病毒的？你快说呀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你该不会嘎了吧？不回我。今天怎么感觉姐妹怪怪的？怎么样都不理我？算了，先去换件衣服吧。嘻嘻，还是这件衣服穿着舒服。嗯，外面下雨了吗？外面也没下雨呀。算了，先睡一觉吧。通知说的一样，越来越热了，看看今天几度吧。我丢，64度，这温度也太高了吧，出乎我的力量。先去吃点东西吧，我有点饿了。剩下的放进柜子里吧。